吼，伊可能一个紧张之下，凊彩赶就走啊。嗯，像有装备，像无较好啦。哦，啊，甲既然你我了解你意思，你意思是讲紧张无经验的？哎呀，唔是讲无经验，也是讲有经验嘛，是讲啊有装备无较好啊。都有就好就对了。对啊，有就好嘛。嗯，这是第一种可能。对啊。那敢有第二种的可能？第二种可能就是，嗯，你收集金嘛，伊只金嘛，今嘛袂歹。哦，伊咧收集的迄、那个一套内底，敢若欠两卡手指，对啊，卡拢有啊。伊爱金嘛尔，金嘛即马好价啊。哦，是安尼。是钱六千呢。嗯，对。到第三种可能性。第三种有啊。什么？啊，都想赢啊。想赢无代志做。哎呀。巴肚枵，无得食，啊无来食免钱饭。第三种可能讲真的吼，就是真正无钱通食饭啊啦。嗯。有就好啊，啊你知影。无钱通食饭，有就好，你唔着爱去抢卖饭碗的、卖便当的、卖鸡鸭饼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甲抢鸡嘛的，你摕鸡嘛，你共买便当，人无爱甲你收呢。第一，抢饭碗，你想早爬未起来，迄种早顿的你。好好好好，对不对？啊，便当吗？第二，便当。嗯，抢便当的。啊，伊包收。伊有咧，伊有咧听咱红福川俱乐部。嗯，然后当时一般不爱讲，食便当无是算无真好啦。哦，然后有一寡油脂类的物件造成身体负担呐。哎，那今仔直接身体无好。啊，是为着健康的原理就对啦。啊，过来第三你对我讲。第三是啥？我也知你唱啥，你讲饭圆便当够啥？啊，鸡鸭饼哦。鸡鸭饼啊。靠呀！这热着。鸡鸭饼是食鸡脆大，还都比食饱海。有总比无较好。哈哈。食鸡鸭饼比便当较贵呢。是安尼对。是啊。迄鸡鸭饼啊，迄若有名的鸡鸭饼店嘛，迄串饼遐啊，迄拢一碗拢安尼几啊百块。我唔知，我唔敢食迄款，迄款我都唔敢吃。我是袂爱食饼啊。迄咱这开糖厂的哦，无适合食。食无糖的啊？啊？食无糖啊？无糖的哦。嗯。无糖的。有糖的你敢敢吃？无糖的对。无讲，有一个去买透早去买豆奶，嗯，结果买无糖。哦，啊，迄个头家啊，想无闲，摕无糖的给伊，错一条，就是家己着武汉肺炎病毒嘞，失去味觉。我们奇怪，奈无甜，错一条安尼，真紧张安尼。我昨嘛安尼哩。你昨嘛安尼哦？啊，都昨暗四点就接我下班。嗯。啊，就是讲足久毋捌啉迄无甜的绿茶吼。嗯。冰箱吼，嗯、就是讲冰箱开开。因为我早上有叫嘛吼，嗯，想摕一杯仔来啉，嗯，输讲茶落杯哦，嗯，很奇怪，安怎？我的味觉有问题吗？是安怎？那小可有甜分的感觉，哎，是有甜啊，无甜？哈？是无甜的吗？还是微糖？我要，你以为是无糖的？对，结果一啉，对吧？怪怪，系啊，啉一嘴怪怪，嗯，后来感觉。是我的味觉有出问题吗？是武汉肺炎吗？啊，无那样嘞。嗯，要看哦，肯定夹仔。哦，迄是胃甜的啦。夹仔。哦，哎呀，了解。那我你啦。我吓。哎呀，我唱一卡手指的，你要唱啥？明仔已经无闲啦。你哦，无闲啦，手指也摕转来啊。你等下你来，看要唱破脸。破脸。你唱相片。相片袂晓。还是像有啥物？嗯。纪念品还是啥物的？嗯，落句俗句，纪念品吼，哎，无来唱纪念品过。对啊，对不对？也是。无唱啊。系啊。今仔唱也无好。哎呦，咱唱无好正常诶。咱都自头到尾都毋捌唱好诶，你是咧？安尼哦。哎呀，听友都毋是要爱好甲毋好，听友就讲爱听咱唱一歌诶，已经习惯啦，知无？好毋好都啊，无要紧啦，都尽力就好。我拢感觉尽全力就好。对啦，对啦，纪念品有诶是好诶，有诶纪念品是歹诶。咱若尽全力咧唱，朋友感受会着。嗯。就算唱了无，朋友嘛袂甲咱见怪。好啦，来，纪念品一个，谢谢，谢谢。